打他就对了嘛，打他打我打我，现在打我，对，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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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杀了五杀了，王广王广五杀了，楼贵五杀，王广来吧，披甲龙龟，这边这些人全是吃普攻的。哎，小火龙来站点了，怎么他去我们野区了？他绕一下。给他们站去吧，绕一大圈，贴着墙走，不要被看到。嘿嘿，可以，安全。嘿嘿嘿，安全了，不过红 buff 可能有眼。打完时候了，看着梦也没来就知道了。对，十二点维护，这十一点已经开不了了。摩托应该来我们红了，队友标一下。再打了。你朝我拉回来。A， 你再 A， 再 A。先别急，等他盾开了，等一下 W。这时候再顶他，一朝我拉回来 ，A，A 一下。怎么四个对面的队友呢？闪现跟一下，残血都没能来吗？我看这个卡莎来都没来一下，这能让他走？我接受不了啊！我都以为这波能杀很多个呢，他们跟闪下来，这波绝对能打的呀！两个残血的，先把第一个虫给他吃了。这大树马上升六了，魔腾也过来了。差点怕我，他把 E 给了。等他盾没了，再 Q 顶他，到时候过来了。一嘲讽拉回来 ，A 他，可以。中上来的还是挺快的，别急，这时候再顶他，他要跑了。一嘲讽拉回来，有人砍他，撤早了呀，少一刀。他应该不敢过来，直接毙了。啥？我感觉他应该闪现 Q 的，给我看宝了。给我砸！给他打断一下。你这还按 S 键最后一下不 A， 你很恶心啊！这个路，我刚好差点先出反甲的。这梦魇可能在打这个虫，少两个人去小龙团没有用啊，那就给他越了呗。小火龙没闪现了，这样子越，我感觉这两个人吵架了，这两个是不是？这大树直接闪捆，这个永恩都不跟他的，
开动开动。来 A， 再 A 两下死了。我日炎还差点点钱啊，开始点了吗？就开始单机了吗？哎呀，我熟悉的这一幕，可以必须点一下佛来。坏了，对面人全过来了，赶紧溜，兄弟。感觉卡莎可以收割啊，卡莎这一直没血的，这卡莎满血在刚后面跑什么呀？他直接在 OB 督战，好、哦、抽袭的卡莎可以。这一个远程的 EZ 没血的，剩下两个近战又摸不到他，来捡人头了，还没捡到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一切都是熟悉的样子，满血 OB 还全技能，这不敢点人我是没想到的。我来了我来了，开动开动，这卡莎不会又在后面看吧？我开。多学一级 E 吧，这塔下多 A 他一下他就死了。把塔卸了可以去龙了，来个深渊吧，这个皎月不纳什了，这 EZ 机器人也有魔法伤害的，小火龙有没有？等他开盾，盾开完了我们再 E 他，再 A 我他就死了。哎呦，溜的还挺快的呀，烧他别浪费 Q， 烧他就好了，烧烧烧烧，然后再回去，看到没有？顶，再顶顶顶，全是细节，不要浪费 Q， 但是又把他烧死，我们有日炎在，烫他就完了。小版本深渊加强了，确实不加强的话有些英雄就不适合出啊，加强之后的话深渊就跟法坦棒差不多了，这样的话法坦出深渊性价比就更高啊。不打我呀，操，攻速太慢了，我杀这种攻速快的，说的是你皎月，看到没有，这皎月死的就贼快，哎，我越快死的越快，打我等于打自己，他 Q 拉我们了，他把我打断了，秒级，来射射射，来来来，点点点，打我，对。机器人是有点克隆规的，直接可以给你勾走，但是没有用，我可以失误无数次，你失误一次你就没了，这就是我的容错率啊。还是得先搞皎月，给 A， A 喜欢 A， 被机器人拽走了，皎月不 A 我了。残血在进，他甚至连残血人堆他都不敢进的卡莎，我操，他不仅要等到残血，还要等到你进人堆里面他才肯上的，又是全技能满血，卡莎在后面看，太夸张了，这卡莎一点人样都没有啊，他连 1% 他的风险他都不愿意冒啊，他绝对要零风险。还想假动作骗我，想 K 我一眼，我这不我也来个假动作，
小月，嘲讽小月，小月攻速快，而且没波看，杀子小月跟杀鸡一样，又是残血想 K 头，甚至想 K 我蛤蟆，你自己打去吧你。又是假动作 S 键，这个人不行，我也要 OB， 这个棒棒太恶心了，这棒棒我受不了他了，待会你自己打伤害去吧，我在旁边看啊。这弹幕谁说韩服这个素质高的，素质低的一匹，好吧，这韩服环境真是太差了，打完这把回国服了，维护了是吧，那没事，那明天再回吧。小薇在一下自己死了，不敢打我了，他们不敢打我了，不敢打我了，那我包不吃技能呀，还在隔旁边看呢，看到没，还在看呢，还在等残血的。我也在旁边看，他硬在旁边等着残血的。大叔还是好兄弟的，可以来救他一下。一个亿，这九月把自己 A 死了，看到没？这九月丢技能被动加攻速加他纳什，还有巫妖在 A 的很快的，这攻速有个 2.0 了吧，谢谢。假学要叠起来了，打我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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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敢打吗，敢打吗，打卡莎，打卡莎，你们对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呀，对，打他，对，打他就对了嘛，打他，打我，打我，现在打我，对，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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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杀了，五杀了，王管，王广五杀了，楼龟五杀，史上第一次，王广在不在，王广来一下，直播间史上第一次见证历史了，兄弟们看到就是赚到了。这卡拉我看懂了，他就是韩国人，他发韩文的，他当然还有人说这卡拉是中国人的，他都打韩文了，还搁着中国人呢。